在中国的3000年历史之中，对一个皇帝、一个王朝最低的评价就是一个字“暴”，所谓的“暴政”“暴君”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就来自于秦朝，秦朝也叫暴君，而秦王嬴政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，也被称之为暴君，虽然他的历史很短，但是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，第一个统一的帝国，而嬴政本人也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。他之所以被后世的人们评价为暴君、暴君，是因为他对他的百姓啊实行暴力的统治。他用他的暴力啊征服了六国之后，成为一个统一的秦国之后呢，继续的使用这一套暴力的手段，在继续的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民，最终呢，所以二世而亡。他最著名的一件事就叫焚书坑儒，他不仅把战国各个国家的书籍、法律、文书、历史等等汇聚在一起，付之一旦，而且还将各个国家的这些有知识分子活埋。因为按照秦朝丞相李斯的说法，大秦这个帝国啊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国家之后呢，就必须要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度量衡，还要统一天下的法律，从此以后呢，就万岁万万岁。要想完成此大业呢，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禁锢人们的思想，老百姓就不能想了，也不能有知识了，所以说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焚书坑儒这件事情。焚书坑儒呢，实际上坑杀的人并不多啊，就有460多个人。天下的书籍，当时六国有各自的历史啊、法律啊，各种这些书籍要集中起来全部烧毁，在现在的角度上来可能不算多，但是在当时的时代意义，它是具有一个杀鸡儆猴的作用。从此以后，天下的士人、天下的知识分子们就不能说出跟秦王朝不一样的语言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要给习近平一样保持高度的一致，道理是一样的。这就是我们中国所谓的千言人行秦王制。当然秦这个帝国很快灭亡了之后呢，后世的知识分子或者后世的百姓呢，都是将所谓的坑书坑儒这件事情呢，作为一个暴君的一个重要的罪证来一直在鞭挞了几千年啊。这几千年中国有历史以来，不管是哪一个人、哪一本书，都会对这件事情进行鞭挞，都会指责秦始皇嬴政的暴政，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据。所以说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后世的一些统治者啊，想留下一个好的名声的话，就会极力的避免所谓的焚书坑儒，也会避免成为暴君。成为暴君，在中国的王朝之中呢，使用暴力对付自己的百姓的这个皇帝啊，他们死了之后，一般都会被后世的人评价不高。如果在杀儒生、杀知识分子，或者是烧毁这些书籍做文字狱的话，那么对他们的后世评价就更加会低，甚至会带上一个暴字。中国的王朝呢，一般都是享千秋万代的，所以说皇帝家族呢，是尽量的会避免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尤其是在这个文明的时代，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，焚书坑儒这样的事情，那么只要是流着华夏人的血的一个人啊，他都会发出愤怒的，他都会指责，都会谴责这件事情的。因为干出这样的事情，对于我们华夏人来说是一个底线，哪怕这个人贵为天子，我们华夏人的基因
华夏人的血统，如果你真正的有华夏人的基因和华夏人的血统的话，你将不会容忍这个君主的，你将会绝对的出来谴责的，除非你的身体里面第一没有华夏的基因，第二你没有流着华夏人的血。就在昨天，中国人、香港人创造了历史，发生了在现代的焚书坑儒。第一次由全副武装的警察部队进攻学校，他们向香港中文大学发射了2356发子弹，有橡胶子弹，有催泪弹，有震爆弹等等。当然这个数量可能还不止，因为这个只是当时被人收集下的弹壳，一共有2356枚。007本期节目想告诉大家的就是，这是香港的耻辱，是中国人的耻辱，也是现代文明的耻辱，是整个人类的耻辱。我纵观中国的历史，世界的历史，上下5000年，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部队向大学生、向学校的校园发动武装进攻，向年轻人、向学生开枪。作为一个身上流着华夏人的血、有着华夏人的基因的人，我必须在此严正地指出，这是中国人、中国政府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。哪怕再过3000年，这件事情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。这件事的性质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一样的。我希望天下的中国人，只要你们身体里面流着华夏人的血，只要你们心底里面还有一点点华夏人的基因，我希望你们站在学生的一面。如果有任何人胆敢站在警察的立场，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，要向学生开杀戒，要冲进校园，用暴力、用机器去、用枪去打击他们、去射击他们，你们首先不配做一个中国人，然后你们才不配做一个人。我们来听一听其他人类的声音。著名的德国战地记者，他采访过叙利亚，采访过 ISIS， 在各个世界上那些中东的战区都做了多年的战地记者。他在昨天被香港警察驱逐出境，他对香港警察攻入校园的评价是，香港警察比 ISIS 更恐怖。我们知道，在8964天安门事件的时候，中国政府的军队和坦克车都没有开进过学校。所以说，今天这个事情是中国人创造了历史，耻辱的历史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，我们下次再见。